我一直单位体体检，检就用胸片都没什么问题了，但今年呢就拍了个 CT，对，然后就说有问题了。这个还是有问题的一个结节，但是没危险。拿手机我给你拍一下。因为我爸14年前肺癌，然后他在肿瘤医院看，我就顺便看了一下。那肿瘤医院的医生呢，就叫我马上手术。反正不急，这种唇膜剥离没那么危险。我给你照相，看这个，将近1公分，是一个，可能是一个早期，这里还有一个，旁边还有小的了。来，我给你照相。但第一次发现，先别急，可以观察一下。但是他之前没有做 CT 啊。对，所以这个就是算第一次发现嘛。所以呢，你就3个月份，你就过完春节吧，过完年复查一次，复查如果还这样，再考虑做手术吧。我倒是，如果还在，我倒是建议你做手术，因为年轻，做了就完全治好了啊。就是还是觉得3个月后再来决定是比对，较好比一较些，稳妥比较稳妥一啊，因为也有一些炎症也是这样的表现。他就给我开了个这个，吃了嗯。10天，吃完就不要吃了。不要吃了。对，我给你登记一下吧。你在这里做 CT 还是回？我就想问一下，那个 CT，因为我们说对照的话，是不是会同一个 CT？好像我回到这边一都样一的，样的，那我肯定在这里了。那就给你那开一个，你如就果，预约3个月后。如果手术，肯定也找家属帮忙。可以，没问题。